无线和芒果 TV 携手合办的音乐节目《声声不息》，昨晚播出的一集袁咏熙凭已故歌手陈绮怡作品《飞飞牵热话》，一度荣登微博文娱榜热搜冠军。网民对于袁咏熙年纪轻轻就可以唱出咁穿透灵魂的震撼感感到佩服。香港另一代表曾比特凭初恋勇夺最受欢迎金曲之全场排名第一金曲，成为首位入围港乐时代唱片的歌手。网民大赞佢唱歌意料之外咁好听，更加是十分可爱，并表示期待后面的表演。